今天是苹果 iPhone 7全球首发，托朋友买了一台回来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的手机外观几乎跟 iPhone 6没什么区别，大小、尺寸、厚度几乎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多了一个双摄像头。手机里面几乎跟以前一样，没有什么惊喜。拍照功能也没什么差别，真的很垃圾。今天托了很多朋友买回来，花了1万多，最后发现真的很失望。拿东西来，决定把它砸掉。这个尺寸不合适，这个不方便。一砸你摄像头，